今天我们是做每月评估第29面，看图填空，看着那个图画，把空位那边把这些字写上来。汽车哪里有汽车？汽车，积木哪里有积木？积木啊，这些是积木。少什么东西很少？少 is less 啊，没有很多。房间 room 啊，房间 room。问 ask 少 is less。应该是哥哥和弟弟吧，在房间里面玩积木，看他们说什么。羊羊和哥哥，小，大的叫是哥哥咯，小的是羊羊，在哪里？在房间里玩玩具，in the room the play toy。他们的玩具真不少。OK，这边我们看。很多是吗？所以很多叫做不少，not less，少啊，不少就是很多，不少 means not little bit，means a lot 啦，不少就是 means a lot。有什么？有玩具飞机、玩具小船、玩具汽车、飞机 airplane、小船 little boat、汽车 car 等等，and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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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and others。哥哥和羊羊。哥哥，什么洋洋？问啊，问，ask。This one here you should write ask。ask 洋洋，那一个是问，这个是问，这个字是问啊，问。所以你要这边要写问，这个 pink color。哥哥问洋洋，the brother ask 洋洋，你最 the most 啊，最喜欢什么 what 玩具？你最喜欢什么玩具？洋洋呢就把什么 put 来的啦，一辆这个是量词来的，一辆汽车，一辆摩托车，这个量是量词来的。玩具汽车拿起来，拿起来说，我最 the most 最啊，我最喜欢爸爸买给我的玩具，爸爸买给我的。我的，那你这个昨天我们读过的，买给我的玩具。哥哥对洋洋说：“我可最喜欢最喜欢玩什么了？玩具什么？他拿什么起来？玩具，汽车。你看他拿，说他拿这个汽车出来，这个是汽车，对不对？”他说。他跟他哥哥说：“我最喜欢的玩具汽车，你们可以开始写答案了，不用等老师，我现在已经讲了，对吗？答案写下来，已经会了。你们写玩具的，你们写的时候，老师再 continue 读多一遍啊。洋洋和哥哥在房间里玩玩具，他们的玩具真不少。”有玩具飞机、玩具小船、玩具汽车等等。哥哥问，ask 洋洋，你最喜欢什么玩具？What is your most favorite toys？洋洋把一辆玩具汽车拿起来，说：“我最喜欢爸爸买。” buy for me，买给我的玩具汽车。哥哥对洋洋说：“我可最喜欢玩什么积木啊？”该老师忘记告诉你，这个是积木啊。哥哥最喜欢玩 Lego，Lego 是积木。OK，积木在哪里？这个是积木，这个是积木。OK。好，stop 了。